设置安防功能 Anti-Theft Mode， 设置此功能后，与任何人在门内开锁，门锁会发出警号。关门后于5秒内按键盘右下角安防键一次。设置安防功能后，如有人试图从室内开门时，警报会随即响起。用户在门外输入正确密码，拍 RF 卡或扫描已登记的指纹，即可解除警号。